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我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不行，当故事听听还可以，像是角色扮演。认真说，就没可能了。我为什么确定？我就是很肯定。退一万步说，要是真有，我就把他抓过来。还得回我家里应付那些麻烦事。自己想做什么，就去做什么。我想做什么？你还替我抢答了？练了钢琴做什么？回来，没那么老套的答案。而且吃东西的时候，我绝对不碰乐器，这是原则。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不想做的也有很多。还有，对，当然是为了堵住你的嘴，免得你老问这么麻烦的问题。回到你刚刚的问题，如果种下一颗种子，能收获很多不同的我自己，我要用一个来应付家里，一个接单赚钱，一个用来上大课点名。这样一来，无聊的事情就都有别人来做。哪里好笑？你自己提的问题，我认真解答，你还一副看我笑话的样子，哼，简直不识好人心。猜一下吧。嘴角弄得到处都是。还有，好了，吃完了的话，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，就算有同样的灵魂，经历了不一样的事，
结果肯定也不一样。只有游戏里才有相同的存档，现实中有没有 Ctrl+C Ctrl+V 之类的操作，树叶都不一样，更何况人。游戏吗？玩过挺多的。玩过。可以啊，不过我手速很快，可别说我欺负你。那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可以带来。感觉你每次问我这种问题，到最后都会拿来画些奇怪的东西。我不追求。好，可以拿来给我看看。那就说定了。